欸，他鹦鹉真的很多呢。欸，不是，而且建华，你有没有发现哦？他空间真的很大哈，他一个鹦鹉园就那么大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吴宗宪他们来，他们骑那种脚踏车，哇，骑到比人转了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你看啊，他一只鹦鹉就给他们那么大的空间，所以说真的是花莲就有差了。